搭筷子。用绳子固定，打结。剪掉多余部分，单向打结。无法固定，底座固定好了，继续固定。打结。剪掉多余部分，胶水固定。框架固定好了，确定纸张大小，调色，找到参考图片，绘图。现在四面都已经完成了，裁出多余纸张，用胶水固定图片，四面固定完成。
安装底座。制作灯托。固定灯托。点亮电子灯。放入灯内。点燃蜡烛。放入灯内。最终效果演示。